我们有几个伙伴哈，东岸档案协会已经11、12年了吧哈，那都是像我是外地来的，在那住20几年了，那越了解就越喜欢。那大家知道我们龙潭有什么东西很多吗？茶，阿兵哥很多。我们的陆军以前叫总司令部，我们叫陆总，现在叫陆军司令部。还有什么很多知道吗？很热情的什么颜色？红砖。那一直到最里面，那是什么颜色呢？炉体本身是灰色，哇，那就是一个很庄严的东西了。那这个空间呢，我特别要强调哈，我们要进去看这个炉体本身之前，我们先请各位体会一下这个空间，它的设计是有巧思的哦，是有巧思的。比如说，它没有用围墙，它用绿篱，这七里香，啊，七里香，通常它不会让它长再高了，到时候会怎么样？还会再收好一点，就是说它既是隔起来的，可是也连在一块。好，各位不晓得知不知道，《汉生》杂志有一个发行人黄有松先生，他就是我们龙潭人。各位知道《汉生》杂志吧？小朋友不是很多的画本吗？《汉生》杂志。那这个黄有松先生呢，就是我们龙潭人，这是他小时候常常来玩的。那龙潭曾经这个圣基地有面临过有一次的危机，要开马路。好，对不起。那各位其实原来这是对称的，不是对称的，现在确实不对称的，就是当时有一个。有一个论战哈，大概80年左右，有非常精彩的，后来呢没有抢救的十分成功了哈，所以他有点退缩进来，就破坏他一点平衡，这是非常可惜，就没有对称了哈。好，那我们再回到这个点，黄有松同志们，再来是不是第二个门？好，那单头式的，再来呢，我们可以看到很有点欧风，我们等一下到炉体那里也可以看到一些有西洋式的那个。那个基座是也是后来加上去的，也会有一些西洋的图腾。同时呢，我们也看到等旁边本来是对称，两边有那个石灯笼，各位应该看过吧？现在是把它放到一侧，有看到石灯笼哈，是不是很日式的？所以有中西日，就是和风哈，非常的特别哈。那这个很值得我们细细的品味哈。来，大的一个介绍，大正14年。大正14年就是民国14年，还是日本人统治台湾的时代，再把它整个庭园弄得很完整，就大致是现在的规模。好，这就是它的国家轮回的观念哦，国家轮回的观念怎么说呢？你现在认得的字，就是你上辈子怎么样，很善待这些文字，不是随便拿来擦屁股，拿来随便揉乱丢哈。双麒麟，是不是？它有岁月的痕迹哦，它这种新的就不会有这样的效果。不能有左右滑动，这样子你的字体就会模糊掉哦。看看，碰到文字的时候你不用担心，不要刻意的去躲过它，一样这样子烫。因为你如果在石头上踏的话，石头是不是都已经风化了，凹凸不平了，所以踏起来就会有这种斑驳的感觉。好，另外还有人要体验，对不对？来，还是做得很棒哦。OK， 你也要玩，对不对？我要，就是要有重叠的部分。所以我们有咖啡的，大概早上8:30-9:00。对，那他如果没有人就要把它推出去。我把第一轮的贵宾一把茶叶扫到这个黄色盘子里面，那就再磨第二轮。你把这里做好，扫下去要推。来，再扫下来。我们把它扫下。让你们把它扫下。
觉得我豆浆。他们也是一样用抹抹出来，它叫抹茶粉。那我们这里是台湾的茶，鲜绿茶，制成不一样。您这没有这时间，应该您比较聪明，这样子比较聪明。那下午就可以买了，完蛋了。交流啊。真的很厉害，好，我上来，我要走台，我一样。他们是有家的，好嘞，好，走。转移出我将来从走神台湾，那是茶，常常啊，不是同时的。你那磨碎到银炭，磨做面包，跟日本的抹茶颜色不一样，这个台湾的。青这叫得彩或者是茶墙，就直接往这边送上去。对，送上去我们保鲜散热。两小时，叫他发酵车两小时，黄松到后面干燥两小时，对，然后最后那个茶叶会精致过，就是你刚刚看那个红梗啊，很粗很丑的会先拿掉。那这个是做的红茶，对。那刚刚来看，你刚刚有人说茶叶都手采，这个是手采的，一心两叶。那这是尾雕过的。这是要做标准红茶制程，对，就是尾雕过的，这茶叶都一心两叶，很漂亮。好，那在台湾，我们做茶呢有分两种等级，一种是商用级，就是机器剪大量的，那个价差大概就是十倍，对，因为工钱的关系。那这个都是2000块起跳，那个比较简单，那是200块起跳，所以十倍，对。那各位要手采的有手采机剪，机剪。那机剪我们是供应一般的早餐店、饮料店、泡沫红茶店，因为他们买2000块来泡一定。对，看一下。刚刚我们在磨的绿茶粉呢，是台湾的草青绿茶，那会先经过这个第一关，这个叫草青机。那时间很短，茶叶进去大概1分钟就炒熟了。对，这是大型的，这个很少见。你刚刚在后面那个小房间里面有小台的，这是大型的，它温度很高，然后里面会蓄压，就是有蒸汽压力，然后把茶叶用很高的温度把它炒熟蒸熟，那1分钟就出来，1个小时大概可以1000公斤。对，好。接着呢，炒熟的茶在它温度降低之前，我们要送到另外一种揉捻机，叫望月式揉捻机。这个方圆式揉捻机去揉，多久？大概5分钟，因为它有机械压力，所以它的速度比较快。刚刚那个杰克逊是要2小时。那我们揉捻的目的有两个，一个是组织的破坏，另外一个是形状的整理。在揉捻机里面，茶叶会从叶子的片状慢慢的卷成条索状，这是一件。第二个是组织破坏，把那细胞膜揉破，揉破以后，我们之后利于冲泡，这是揉捻的两个功用。对，那这种望月式通常揉的时间非常的短，一下下就好了。好，接着我往后面走，这边揉好的茶，不管是红的或绿的，揉完以后，我们都要送到这里干燥机来干燥，干燥的时间大约2小时。那时间它的时间呢，大部分是固定的，因为我们经过将近1世纪的实验，所以2小时是最标准的时间。那温度呢，会依当时的含水量去做一些调整，就是烘出来刚好干就好。对，太干的话会有一种火味或烧焦味，
太湿不行，茶叶不耐放，放了两三天就会酸酸的。做完以后，我们会直接送到后面的仓，上面的仓库去直接放。等你们时间够，我带你们看一下。来，小心走哈。卫生的。哎呀，你刚刚茶山旁边的电风扇是给人吹还是给车吹？给人吹。给人吹啊。因为最后人要进去装。就会太热。那个茶叶剥开来，里面大概还有45。好。什么茶叶？这个是绿茶的毛茶。刚刚说那个茶青很丑，对不对？它做出来就会带骨头。然后我们到你们手上呢，会先经过精制，把骨头跟粗的那个茶片，还有茶粉那些都打掉。这还没有打过吧？没有没有，这是毛料。对，还没有，还没有打过。是毛料。你可以拿起来闻，没关系。绿茶。骨头吗？有机器可以选。不用人了、啊、现在用机器很快，机器一天可以处理大概3000公斤。阿姨很有丰富有精彩，给阿嘎顿发流面对快乐，给阿嘎你秀才，给阿嘎你面对上网大表用心会从阿嘎世界上马人是上你喊强，嘿呦阿妹走上动架，阿公马雄运动台上俺雄自跳，全马不怕，嘿你四雄马不怕，你哪能不雄准龙虎哈喽，嘿嘿耶。